是不是刘妃娘娘的孩子？不是，你们说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啊！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乱跑！你跑不了了。于妃娘娘被你们这帮狗奴才给害死，今天我们就是来为她报仇的。 衣着如此破烂，手中还抱个孩子，你们竟然还能对他下手！快滚！英雄，不能放过他们！滚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儿。 心软，害了你，你别说话，我带你去医治。英雄，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？你说，我叫叶星，你叫叶星，名字真好。我姓薛，我叫薛浩。这是你孩子吗？不，我是这孩子的家谱。 英雄，你别看这孩子平平凡凡的，可是他是平凡中的贵人。英雄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抚养他，照顾他成人。可是我，英雄，求求你，要不然。 求你了！你别这样，是我林玲玲，我答应你就是。